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，本来都挺好的，但是他最近变得特别多疑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我这么对他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介意这个前男友，他能为前男友付出的事情对我做不到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。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信任最重要，他现在对我各种猜忌，甚至还有冷暴力，我好失望。我跟他就是奔着结婚去的，但是因为他和前男友藕断丝连，让我觉得特别的无奈。他太小心眼了，他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，还对我做了很多过分的事儿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23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学生。女嘉宾白女士21岁，同样来自河北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你好。好，谈恋爱谈了多久啊？谈了一年。奔着结婚去的？啊，对。在学校里认识的？对，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，但是加入了同一个社团。我第一眼就觉得他挺好看的哦，然后就约他出来吃过几次饭，感觉挺聊得来的嘛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挺好吗？什么前男友乱七八糟的，怎么回事？就是刚开始我跟他在一块儿还挺好的啊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吵架之后，我觉得大男子主义很严重。我有一次跟我前男友吃了一次饭，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对我管控管得很严，让我有点受不了，然后还有对我进行冷暴力之类的。因为我这人比较直来直去的，他这么对我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哦，你跟你前男友吃顿饭？对，就吃了那一次饭之后，他就变得特别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我哥们告诉我的。哦，就是当时他瞒着我啊，而且吧，就是他这个前男友还不是一般的前男友，是他的初恋，而且他们在一起5年时间，就特别长。哦，跟他吃饭还不告诉我，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还对他前男友念念不忘。哦，然后我当时没有想瞒着他啊，我当时就是因为一些工作关系才跟他吃的饭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误会我。我当时也跟他解释很多，他都不相信，然后7-8天就没有搭理我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冷暴力了。我肯定会发火，你想你跟他吃饭都不告诉我，而且你们俩就是之前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经历，我就觉得就是这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。就是他这个前男友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梗，虽然我平时嘴上不说吧，但是我心里会就是做一个比较，我就觉得他对他前男友就比对我要重要。不是你是怎么比较的？就因为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他之前他考大学的时候，他为了跟前男友在一起，他甚至放弃了去中传的机会，然后留在了保定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我们也面临到毕业了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见过家长了，两方都觉得挺不错的啊。我家长这边想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嘛，毕业就打算结婚。但他就还想去中传，想通过考研去中传，但是就是冲突了嘛。但是他就不能为了我就放弃去考研，还是打算就是坚持考研这件事。可是当时那个是因为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，我这次真的不想再放弃这次这么好的机会。然后我就觉得考研跟谈恋爱并不冲突啊，而且我觉得他如果爱我，他就应该去支持我。我从大一就已经开始准备了，结果那件事之后，他有一次把我约出来吃饭，然后就说什么要订婚呀、要买房的事儿，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大三这个关键时候，他不应该有其他事情来打扰到我，然后我当时就拒绝了。结果呢，他立马就给我火冒三丈，给我发特别大火，就说什么一些很难听的话。我就觉得我到底做错什么呢？你要这么伤害我，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特别委屈。我就是因为爱你，我所以说我才不想让你走啊。你想，如果你考研的话，那他就要去北京，而我你也去啊。我比他低一年级，他先去啊，那不就相当于异地恋了吗？我就不想就是我们俩有距离，我就想每天都能看见他。那我觉得他有点太强词夺理，太狡辩了。从那之后，他管控真的越来越严。干嘛了吧？他那会儿还要把我手机都没收掉。你说现在谁不用手机啊？他还要这么对我，真的很不能理解他这种行为。不是你凭什么没收人手机？他那手机是他前男友给他买的，